南无毗卢遮那佛。南无毗卢遮那佛。南无毗卢遮那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上啊！听说台风要来哈，结果从来没碰过这么安静的台风啊！哎，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说，哎，是不是要不用来哈？哎，好，那今天我们还继续介绍禅宗哈。那白板上啊，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些啊观念啊。禅呢，好，大家讲禅宗，禅宗。禅宗讲的就是禅定，哎，那什么叫禅？哎，不是绑在一起那个禅啊。禅定，它的梵语啊，哦，梵语的发音是禅那，啊，那我们华文呢，啊，华语就跟它讲禅定，啊，哎，讲的是世间禅的话，哦，就色界、无色界，啊，四禅八定。那么，如果出世间禅呢，就是三圣人所修的禅定，啊，三圣人就是声闻缘觉，啊，佛菩萨，啊，这个是三圣人出世间禅，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写一下好了，啊，三圣人就是声闻缘觉，就是属于圣，啊，就是自己得解脱的叫三圣人的声闻缘觉，再来就是菩萨，再来就是佛。那么出世间禅呢，就是佛菩萨对众生的悲悯心，那是无限上纲的。好，昨天在一个地方上课，我讲，我们放个影片叫做《夜间食堂》，夜间晚上的，他是日本片子，他是标榜啊，在那个东京浅草附近的小巷弄里面，就好像我们台北那个万华，啊，那个小巷弄里面一个餐厅，小餐厅哦，那都是一早期的那种啊，哦，建筑物啊，哦，非常的简陋啊，哦。那他们就晚上十二点营业到早上七点，那都是一些中下阶层的啊，哦，他们的生活起居还有他们的思想，啊，所以那个餐馆呢，啊，就是也扮演着啊，哦，老板也扮演着那个心灵辅导，就是感情失意的啦啊，哦，或是怎么样。那话说比较，这个戏份比较重的，就是这个老板呢，啊，做久了，因为他是小餐馆嘛，都要靠自己。那做久了呢，这个手会麻，对不对？啊，你们各位切菜啦、上班啦，做久了也会手麻。哎，那个五十肩，哎，他就做一做呢，手麻，啊，那客户看得出来，哎，今天怎么动作那么慢啊？切菜切的那个好像很不顺，快要切到手，因为刚好是右手啊，右手就是靠他吃饭的，结果他切，那个菜就撇来撇去的，就笑他，他说这个手废了，哎，这个手掌啊麻，这边僵硬，哎，啊，然后呢，他说只要你味道没跑掉，我们还是会来的啊，然后坐一坐呢，嗯，盘子掉地上了，哎，什么东西掉地上啊，这个洒了一地。因为这个不顺嘛，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有个女孩子来吃饭，然后脏兮兮的，就你要吃什么？啊，他说你们的招牌菜是什么？啊，他就讲了两三样，他说都要，啊，他说都上，他说吃很快，然后那你还有什么？我说我还有个什么？但是因为比较费工啊。你要等一下，好，他说好，那再来那一道。结果他那道煮完了，转过头来端给他，哎，那个女孩子不见了，吃什么餐？哎，对，哎，你不吃就很霸王了啊！好，竟然来给我这个小餐馆吃霸王餐，算了啦，哎，反正我们这个小本生意啊，哦，小本嘛。他那个标价都是600、300、500，很便宜的。
然后呢，就后来也有陆续有客人来，啊，然后他们说，哎，这谁呀、啊，吃那么多盘，然后就说一个女孩子啊，竟敢来我们这边吃霸王餐呢、啊，不要给我们碰到。哎，那些客户也是很讲义气，因为跟老板就熟了嘛，好，因为他们就这么谈心呐、啊、说笑了、啊、等等，都所以变成好像一个家人一样。那隔天呢，这个老板就去补货补完了，那他要张罗。哎，他一转头看到一个女孩子，就昨天来吃霸王餐的女孩子，他说：“啊，怎样？”他问他你怎样，他没骂了、欸、你看他这个骗子很好玩、哦、他们在讲外遇啊，讲背叛，他不会说哎呀你好笨哦，你好可恶哦，他不会骂男人什么乱七八糟，不会骂女人三八，什么都不会骂这些话。好，我跳开一个话题，曾经有一个日文老师、啊、被他一个女学生问说，老师他们日本人、啊、有一句话是怎么讲，他说什么话，你去死好了啊。他说：“你去死好了，这日本话怎么讲？”他说：“你要骂谁？”他说：“骂我男朋友啊！哎，我要骂他去死好了。”他说：“日本人不这样骂，那他们都怎么骂？”他们说：“你搞不好差不多呀，阿德夫啊！”他用日文讲：“你给我差不多一点啊！”他们就知道这句话很严重。日本人要打架，他也不要骂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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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只要骂你笨蛋，哎。哦，这个比较早期的，我们曾经在被日本统治过，所以他有时候骂人是巴嘎亚喽，有没有？哎，那他只是骂你笨蛋而已，他其实那没有骂你祖宗八代都没有。但是这个就是要打架的，男孩子如果就听到这句话就是怎样，那你想怎样就开始打架，不要骂到你去死啊，你笨，你什么猪啊，什么脑残，不会骂到那些。哦、所以呢，你跟差不多的，就知道是，哎，彼此已经冷掉了，哎，所以可以分手了，哦、所以那个老师说，不要骂到你去死，啊、哦，好，回到这个小餐馆，那他就你想怎，你讲你是怎样，哎，他也没骂你说，哎，你在吃霸王餐呢，你把我当什么，哦、当什么，然后再来敢跟我吃霸王餐呢？你有没有打听打听我在这里多久？他没有讲的，他说那你怎样的？他说：“昨天很抱歉，然后呢，你不然雇用我，啊，我呢就抵这些工钱呢、啊，抵这些吃的。”他说：“我不需要啊。”可是他说：“那不然你总是给我做一下啦，哎，做一下，好、哦、看要哎打扫啦或什么做一下，不然我这样不安。哦”他说：“进来里面坐聊聊了哈，可能他们就聊一下他的情况，因为那个女孩子就没得住了。他是从他的家乡跑出来的啊，然后这是后面的戏，他是被人家骗了钱，被一个男人骗了钱。那个男人说：‘我们到东京来奋斗，来发展，我们来开一个店。’结果那个男人把他拐到东京来之后，把他钱拿走了，然后他都连吃饭都没有，连。”什么都没有啊，就跑了，卷款而逃，所以他就被他拐来这个花花世界，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他就躲在那个什么漫画书店啊，或是什么，就这样躲到都没钱了，只好来吃霸王餐，啊，可能这个是后面他有交代啊，他就在跟那个老板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提到他的困境，因为老板说，好了，我也刚好手痛啊。这样子的，你帮忙几天啊，啊我情况好一点的话，可能就不需要，因为很薄利嘛，你知道吗？可能一碗面卖你600块，他可能利润只有60块或100块啊，他还要自己的工资什么的。他说不能就这样，先我又手痛，那就先帮忙。哎，这个小女孩这很会做，原来她就是要来开餐馆的了，哎。哦，他还有一些家乡的菜，他把那个南瓜，哦，他们那边的南瓜用水去洗洗，蒸熟了吧，然后去洗，然后就变成一丝一丝的南瓜丝，然后拌那些，糖啦、啊、盐啦、啊、醋啊，就是一种咸酸的口感。夏天吃那个消暑，哦，他就还研发新的口感，哦，啊，他们日本人最。平常的就是蛋卷嘛，
就是蛋卷一蒸一蒸，然后卷成一个好像蛋糕这样长方形。哇，他煎的不输给这个老板，所以他们这些客户来了，一看那个女生，哎、欸，是不是他来吃霸王餐了？他来赎罪啊！他说，对呀、啊，他有他的困难。好，所以老板收容他啊，楼上有小楼阁哦。他说：“那你就住这边，因为那个老板他自己另外有住的地方。哦”啊，所以大家也没有骂说：“哎呀，你怎样怎样？”就这样，反正出外嘛，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他就来吃一餐。那他也愿意来啊、哦，把他的劳力啊、哦、奉献。那有一个高级餐馆的老板娘会过来。他就拿那个酱菜过来，他们会腌制的东西嘛，酱菜过来。啊，这个呢是这个老板啊，他自己说他腌的不够好吃啊。这个老板娘啊，就跟他分享啊，有一次就来逛这个小店呐 啊，逛这个小店呐 啊，然后就来跟他说分享说，哎、欸，我的腌制的东西，你腌制的东西好啊。这个老板娘嗯。自认为说我的口感比你好，好，因为啊要有耐心，好吃的东西要花时间，对不对？要花时间啊，所以他就花时间把它如何腌，所以他的口感更深邃，更丰富。所以这个老板老是说，对呀、啊，我这个小餐馆当然就弄一弄，赶快大家吃了，哪有像那个高级餐馆还要更深邃更？啊、如果你不嫌弃我们这个小店，因为它类似昭和时代，日本的大正时期就跟我们民国一年、二年、三年、哦、啊，大正了，哎，大正的就跟那他没有几年，好像14年还几年就换成昭和了，哦、所以就昭和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哎，三年级、四年级的、哦、他们二年级生他们那个时代，所以那个风味啊，所以你看那个建筑就有点真的是像我们manga那个小香浓那个味道。那个老板娘说，因为我也是从这样的出身，所以我喜欢钻这种小香浓，也许也有一些让人惊艳的美食，所以他会喜欢来穿这个小香浓，所以就跟这个老板就结缘。然后有一天呢，这个老板娘看到这个女生来吃霸王餐，那老板手慢慢好了。那你想怎样？哦，你，因为他不肯留你嘛，哦，那个很薄利的小餐馆不可能留你。那这个女孩子是啊，那我也是因为考虑这个问题呢，看才去哪里找工作。老板娘说：“去我那边吧。”我说：“真的、啊？”好了，去哇！啊，到这里学了很多料理什么的。后来有一次，他就从他这个料理、啊、拿一些菜来跟这些旧的客户哈。哦分享，所以这是一个，民俗了，哦，庶民的一个餐厅，然后就是感情，然后当然他也有讲他的那一段，还有他的男人也有跑来要找他，你不要跟这些人混啦、啊，啊、哦，你还是跟我刚刚讲那个梦想，但是你已经钱把它花光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这时候有一个人出了声音，对不起，他已经另外有新的对象，大家一转头。一个警察，因为他们那个社区有一个小派出所，他们小派出所只有一个警察，只有一个帅哥年轻的警察说：“对呀、啊，因为我时不时碰到他，所以我们已经有感情了。他现在选择的是我，啊，那个小女生就靠近一点啊，啊，然后就说：所以你少再来用那个烂招啊，要再来拐骗这个女孩子，什么什么，就把他轰走了。”当轰走了，大家就眼睛睁很大。什么时候他下手那么快？这个小女生就变他的，他就跟那个警察就跟那小女生，谢谢你的配合演出。他其实是为了演这出戏，然后把那个烂男人赶走而已。所以他那个社区就是很温馨，很感人。好，那后来呢？这个老板娘就叫那个小女生去他店里嘛。他是说，那老板晚上有没有回去睡觉？他说有啊。所以这个。小阁楼就只有我，他都很尊重，好。那另外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个，他这个就是，哎，2011日本不是那个海啸吗？好，那很多地方淹水，所以他们东京的有些人就去到那个地方当志工，啊，结果当志工有一个男的，他太太就被水淹走了嘛，
严总连尸体都找不到，所以他都走不出来。那他们这些来吃饭的小餐馆吃饭，有个女生，她就时不时去那边当志工。结果一个男人就追到这边来说，除了我老婆之外，你就是我的爱人。然后他就死缠活缠要跟他结婚。啊，这个女孩子说，我是去当志工关心你，我并不是爱你。你看，哦，那个感情的那个错位跟，纠缠，所以他就每天就到这个小餐馆门口在等他来吃饭，要跟他说，你嫁给我吧，还怎样怎样。啊，所以他们这些，客户啊，吃饭的客户就想怎么来处理他，啊，这个老板不会出去骂你，这个无奈啊，你在那边干什么？没有，他说进来坐了，啊，然后煮饭给他吃，然后说，因为他说你站在你立场，你失去你的家人，你的挚爱，你当然内心也是很伤心嘛，那当然你也希望这个出口，甚至有个弥补，甚至能够再重温好美好的旧梦，可是人家已经跟你讲了，他只是当志工关怀，而不是感情方面的，啊，所以你要不要再重新考虑，还有整理你的感情？就这样很理性，不是骂你这个烂男，你们这不要脸啊，是不会这种话，他是站在他的立场跟心酸，啊，来安抚他的内心的创伤。他说：“这个咖喱饭很好吃的，跟那个女孩子去我们灾区啊煮的都一样。”他对呀，他来跟我学的。哦，刚刚讲另外一个去做志工的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说：“因为这个男的，就大家我们去关心他，大家这些灾民都很高兴，然后都很温馨、很亲切。那这个呢，就一直走不出来。啊，后来他就会走出来，但是他就变成感情就有点偏颇了，就。”执着这个女的是他的挚爱，他可以应该再延续他跟老婆的那段感情，就要跟这个女孩子，啊，所以他的家人，啊，也跑来东京要把他带回去，那他还是死硬派，啊，不要不要不要，那可能还是有一点钱，想把钱花光了再说吧。后来那个女孩子也是跟他的朋友就去另外餐厅来聚餐吃，喝点酒，然后就跑到。这个男孩子，那个男人，啊，他的住的小旅馆去找他，我说，啊，你怎么喝那么醉？那还不是给你气的，好，跟你讲说，我们只是我做志工去关怀，啊，因为他们去做他们一个什么守护的一个手环呐，啊，就是绳子，大家也看到嘛，类似一个手环呐，啊，平安呐，啊，或什么的，啊，那个女孩子帮他戴上的时候说，你要活得。更坚强的活下去啊！啊，那个男子啊，好，我至少活到这个手环啊断掉为止。然后呢，他就心里面自己错乱，觉得说我要跟你一起活到这个绳子断掉为止。所以那个女孩子就把那个手环切断了，拿去还给他。那隔天早上，他就在他那边睡，但是他是因为喝酒醉了。趴在桌上，那个男的没有侵犯他。隔天早上，他看到那个男的那个绳子，也断了，放在桌上。他说：“也是我该醒来的时候了。”啊，所以他们在处理事情，不是用情绪、用谩骂或是殴打。哦，我们这么动不动拿棍子、拿刀子、拿枪，他们是给他温馨，然后一直从各方面的哈，给他做调整，让他自己醒过来。啊，后来那个男的就要回他的故乡了嘛，他们那个灾区，那个女孩子跟那朋友就去送他，然后那个女孩子很，用我们现在话说，有点五话呢，五话听懂吗？一二三四五，就跟他说，我还可以去那边再煮咖喱饭给你吃，那个男的就很理性说，有更多人的需要你，你去帮忙他们吧，哦，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戏，哦，他们。有很欲界众生的情感跟牵扯，但是呢，他们可以用爱啦，或是用慈悲去感化，让他们更能够升华，而不是执着在这个世间的啊，那些束缚跟纠缠啊。所以这个夜间食堂啊，食堂啊，也扮演了这个心理的辅导啊，还有种种的一个温馨的一个延续啊，所以。蛮励志的哈，我们做，放这个电影不是说大家看好看而已，而是在这个心灵上啊，都能够增上啊，然后更多的事情更用理性，还有佛法的慈悲跟智慧来化解啊。那因为
我们看的时间就刚好下课，所以我们分享是下个礼拜，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个好的电影呢，所以有人说不要看电视，乱七八糟，你为什么要看那个乱七八糟的电视？有的电视的节目还不错嘛 ，Discovery 啊，还有国家地理啊，那个都是还蛮励志的，包括公视也都不错啊，所以好坏其实不是在那个节目，看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看那个电视啊、电影，还有这个是节目。所以我们讲世间禅呢，就是讲四禅八定啊，初禅、二禅、三禅啊，还有那个时空定啊什么的，叫世间嘛。那因为他为什么叫世间？但是还没有出三界啊。那出了三界之后，才到身为圆觉菩萨、佛啊。所以出世间禅啊，修要修出世间禅，世间禅还在什么啊？你是初禅、二禅哦，这样子而已。好，那么。禅呢，在内心怎样心性不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禅修，或是念佛，念佛可以念到一心不乱，也是这样的境界了，所以修行的法门呢有很多种，不一定是禅修，但是禅修的速度快，它收受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快速，念佛人念到很清净，往生的也有，那曾经也有人说，他那个长辈啊，也没有学佛哎，那他只是后来年纪大了，跟他讲说啊，那你们诵经也不会诵嘛，也不认识字嘛，啊，念佛就这样子就好了啦，念念佛，然后呢会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哦。老人家他一辈子都没学佛，没到道场，那就跟他讲，他就真的念佛，很快就往生。不是念佛会很快的往生，而是这样清净，因为年龄人差不多啊，身体也衰竭了，那他就说，他们就来问我说，师父他这辈子都没学佛，可是他这么好走啊？对啊，人家有善根，人的善根福报有两种，修德就是像各位来上课来修行叫修德，报德就是他这一辈子与生俱来过去世所得的报应，就是有善根了，就是过去世他已经有修起来了，所以呢他这一次出生了，就有过去的这样因缘，所以就会碰到好人，碰到贵人，碰到那个善知识跟他指点啊，当然他就是因为有善根，所以跟他讲他就给契机，那有人跟他讲死讲活他就不信啊，他就铁齿啊，所以众生呢、都要怎样培植、这些善根、来世甚至这辈子、有因缘就碰到、善知识或是碰到好的法门，你省得那么绕圈圈、绕圈圈有绕到原点还好，就怕他又绕越远、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就内心呢心性不乱、在外呢离一切相、所以不要去羡慕人家人家有什么有什么人家做到什么，人家赚多少，那是人家的事情，你自己也这样，平安就是福，真的。上次不是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两个人一个月赚三万，每个月都是月光族，三万花光光，一个人他都做志工，3000块的车马费而已，因为他吃家里用家里，所以呢他一个月还可以存了2000块，所以这个一个月赚3万块，时不时就跟那每个月赚3000块，2000块来借一下，周转一下，因为还缺嘛，所以平安就是福，不是在赚多赚少，是看你花的多还花的少，有人那个不法的手段赚更多的钱，但是他自然而然呢，有一些漏洞，有一些漏财的事情，就把那些钱漏光了，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赚很多钱，当然。他如果手段正确那我们也跟他赞叹如果那个手段不正确他自然而然就有些地方就漏光了所以禅定呢就是不要被外境所转你就算是你内心还没有相当的这个禅的味道可是就是不要被那些刚刚讲的我们去开个店钱都交给他去开个店没关系钱不要交给他这有一次去哪里很多年以前去国外然后他就是个小岛嘛小岛就这边卖东西那边卖东西
那我们就去逛逛啊，我就跟那个赵成师傅，他去发表论文，他去国外发表论文。那我说，哎，我这辈子他还没有去到那个地方，就跟你去，因为可能就去一次嘛，可能会第二次嘛，我也不晓得。那我说我跟你去好了，啊，就可以去，哎呀，圣岛嘛，圣岛是希腊还是意大利？哎，好，忘记了，不是圣岛，哎，意大利吧。还是希腊，我忘记了。我们那时候就去那两个国家。好，那圣岛就是那个什么蓝色的房子，白色的屋顶那个地方啊。希腊哦，阿林哥家来行啊，就去啊，然后就逛逛逛。那有一个逛到一个店啊，他卖围巾啊，那质量很舒服啊，就进去逛啊。结果呢，那个女的就招呼我们。然后他电话来的，呱啦呱啦呱啦，他不知道讲什么希腊话还是什么哇啦啦啦。然后呢，他就说他昨天才动一个念，他要学打坐。我、哦、今天你师傅你就来了，我告神了、哦。那我就跟着在那讲怎么打坐，因为他有靠背啊，那个抱枕啊什么的。我说哎，你脚怎么弄了、啊？哇、哦，他就很高兴呢，马上供养我一条围巾呢。哎，我真的很有布施心，外国人。你要叫他供养一块钱美金、一块钱欧元，那不容易。他供养那条围巾十几块欧元呢，嗯，报德，报德啊！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怎么了？嗯，当然也透过翻译了啊。好，然后呢，他就说刚刚那通电话就是他男朋友。所以我们很奇怪，那碰到不认识，他就把他的心事啊、他的烦恼跟你讲。好，她的男朋友就是叽叽哇哇的，就是要把她说什么钱放她那边的，就是讲很快，她那个速度很快啊、哦。然后她就在电话中骂那个人说：“你不要一直笑想我的钱了、啊，哎，我这个是要做生意，我还开个店，我还要生活，我还要寄钱回家。”她好像不知道哪一国人，不是当地的人啊、哦，就是来这边，那个做一点小本生意。我说：“对，你是有智慧的，哎，绝对不要把钱交给别人。”因为不一定是坏人，但是有可能怎样一去不回头，就像海鸥一样一飞就走了。哎，那个岛上很漂亮。那我因为前一天去走那个一个山谷啊，哎，走七个小时，叫做退退哦，哎呦，哎，他那个旅行团啊，哎呀，很可恶啊。他说：“这个男女老少都可以走，没问题啊。”结果那个导游一直催，一直赶，所以沿途一直赶路，根本风景也没看清楚，哦，就赶路。然后隔天就退退在那个圣岛，很难走了。他又高高低低的，所以等到下午，哦，比较那个脚没那么痛苦的时候才去逛，啊，然后。另外逛到一个店啊，他的手背受伤啊，然后他还跟我讲他手背受伤啊，哦，那我就赶快该呼呼哎，你看就很奇怪，就是他们碰到宗教家都非常恭敬哎，哦，就不管是他一看就知道你是宗教家哎，那不要不同的宗教信仰没关系，他们欧洲有东正教嘛，东正教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更前面啊，哦，然后东正教再分基督教再。天主教，那东正教就穿黑袍，穿黑色，戴黑帽子，哦，所以他们可能看这个不是黑色，但也是袍子，也是宗教家，所以他们都非常恭敬，哦，都非常客气，不是真的说要跟你做生意，就是那个态度、眼神，哦，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有善根，哦，在那个地方，好，哦，那禅定有十种利益，哦，十种利益，在这个《月灯三昧经》。三昧就是禅定的意思。好，那《夜灯三昧经》呢，就有提到，好，菩萨善能修习禅定，则妄言放下了。哎，因为你要修行啊，就是为了成就，为了成就了，你就不会跟世间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在交涉太多，啊，情感啦，啊，财富啦，健康啦，哦，注意一下就好了，不会太执着。好，他说有十种利益，一个是安住于世，好，所以菩萨在学习禅定必须怎样整数威仪，好，遵循法事修行，久之呢诸根极尽，好，然后镇定现前，
自然安住而毫无勉强，就是你的举止、你的动作啊，怎样优雅，哎，不会急毛毛躁躁的，很急促的，哎，讲话也急，呼吸也急。哦、有一个年轻人常说：“哎呀，我头痛啦、啊，哎呦，我容易感冒啦、啊。”我说：“去运动，啊、哦，去运动，早上呢，哎，运动散步，快步惊醒，慢步惊醒，交叉走了哈、哦。因为你一开始没走快，走了快也会气喘的很厉害，所以走几圈，比如操场啦、啊，或是一个固定的环境啊、哦，那快步走一下，然后慢步走个30分钟。”促进你的啊、哦、这个新陈代谢，还有早上起来氧气很足啊，哦，所以你的含氧量够的话，你的细胞、你的血液就健康、哦、啊，循环就好。不然你都是上焦下焦下燥啊、哦。这个中医有讲，上焦这边，中焦就肚脐以上，这叫中焦啊、哦，焦八焦的焦了啊、哦，没有草字头。然后呢，肚脐以下叫下焦。那容易上火的人，他都是这样看电脑、看手机，那那个火啊，那个火都在这边，好、哦，能量都在这边啊，不用下去，啊、哦，下不了，因为吹冷气又下不了，所以这边又消化不好，心脏不好，什么肾也不好，哪里都不好，啊、哦，然后下焦不好呢，排便不好，因为水喝的少嘛，哎呀，这个电脑玩手机玩，忘了喝水，所以要喝水，哎，15分钟喝两口。不是说啊，我渴了，灌一瓶、两瓶、三瓶，哎，不是，平常就要喝，慢慢的，好像浇花、浇水，慢慢的，你喝很快，就上面进去，下面出来，啊，所以要慢慢喝，啊，一天要喝1500cc，男重2000cc都没问题，我们都喝太少，所以呢，血液这样浑浊，然后呢，细胞干瘪，因为没水分嘛，哎，啊、然后呢，皮肤。皱褶、哦、老化、哦啊、所以呢你要喝水，水是最好的养分、哦、喝什么咖啡啦，喝茶啦，喝什么饮料、哦、没什么好处啦、哦、那个甚至有人传一个赖来、哦、什么什么高山茶，什么绿茶、哦、会去你的脂肪，会去你的胆固醇，会什么什么，但是他说应该是冷泡茶的效果比较好，因为高温呢就把那个儿茶素都破坏，就把它讲一套了，哎、欸，那就大家争着说，我很反正人很少喝，那个早期还不会泡茶，啊有人来拜访啊，请法、啊，然后说我就问他说，因为礼貌上嘛，那你喝茶吗？哦，水当然是有，开水当然是有，然后说喝茶，但是我不会泡，你泡给我喝好了。听懂吗？客人来，请客人泡茶给我喝，啊，他就笑，就泡，啊，所以我们这也不喝浓茶，哦，淡淡的茶就好，有茶香就好了。那有的人就喜欢喝那很浓很稠的，其实那个去油脂很快，我也没吃多少油脂，我这一去，那胃就受不了了，哎，对不对？嗯，我已经很久没这么瘦了，再瘦下去就，哎，没有油脂了，好。所以就你真心的对待、哦、所以人家不会再 care 你到底拿什么东西给我喝、哦、所以上次也跟他讲，大家比较好笑的，师傅你喝什么？什么都喝，农药不喝、哦、师傅你吃什么？什么都吃，铁定不吃，铁定不吃而已、哦、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但是这样适量、哦、酌量、哦啊、最重要是要愉快的心情、哦、今天有没有笑？有、哎有，哎，卖气笑的，好，啊，所以呢，这个安住啊、哦，身心非常的祥和啊、哦，就是优雅啊、哦。那你要创作，嗯，灵感就来了啊、哦。那这创作的品质就，哎，很高的品质 ，high quality 啊、哦，高品质的东西出来了啊、哦。然后呢，第二行持境界啊、哦，第二行持。菩萨习诸禅定，常存慈悲之心，无伤杀伤之念，于诸众生呢、啊、平等八苦一乐。慈悲，慈就是给众生快乐，悲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所以刚刚跟大家讲那个电影，啊、哦，夜间食堂，就是说，人在处理事情，真的不是用骂、用打、用杀、用砍，啊、哦，而是怎样，针对问题。
大家得到一个平衡点，把那个问题解决。那当然说，哎呀，佛教当然讲慈悲啊，都当烂好人。有一个人还说，哎呀，慈悲是烂好人啊，其实也不是啊。他如果必须用怒目金刚跟他处理的时候，那你还是要怎样？先怒目金刚啊。所谓怒目金刚，就是凶的态度啊，狠的态度。好，第三呢，无烦恼啊。菩萨习诸禅定，诸根极净，则贪嗔痴一切烦恼呀，不容易生，甚至他自然而然就不会生。贪嗔痴叫什么？三毒，贪嗔痴，还有慢，还有疑呀，就五毒啊，贪嗔痴慢疑，这个我们现在的人呢、都有了，或多或少。我们新竹有一个学员，他刚来学佛的时候，他自己讲，他很傲慢，因为他在科学园区上班20年，赚很多，很顺，他就是人生的顺利组，胜利组啊，所以就很拽，很臭屁。佛学什么场面没看过，我要看你佛学有什么挖沟，他就来了。老师就被打枪嘛，但是我打枪不是凶啊，就软软的跟他打下去。然后他也去禅修，怎么都达不到那个境界，什么四禅八定，我都脚痛得要命，然后心很乱。我说对呀、你以为你无所不能，其实你也很多无能啊，然后他说怎么可以达到？可以达到，心先 focus 在那边，但是怎样要有时间，你要炖菜也要慢慢炖炖炖炖，那个东西才会熟透，不用急，那你。比如说用快锅，快速锅，但是也要有快速锅。你现在没有快锅，你就必须慢慢熬慢了。所以要先从你的外在那些习性，贪嗔痴慢，你慢慢放下来。几个月之后，他就很主动，会去扫厕所，会搬桌椅，所以我们甚至也礼拜三助念，有一个师姐她婆婆往生，她也说，她要助念，她也要当司机，她就跟大家分享，所以那种娇慢之气啊，已经下来了，你修行修不到嘛，你就会发现说，还有人还是有很多东西做不到的，那你必须要去慢慢把你的习性降服下来。刚刚讲贪嗔痴慢，你慢慢降服下来，那你就会跟四禅八定相应。如果一个人就一天到晚摆一个 pose， 那个心态，我很有钱，我很高尚，我很娇嫩，我什么，那就什么都没有，我很了不起，结果都起不了，所以就什么都没有，只有零，所以从零出发，零就可以无限大，那你以为你是有什么多大？你怎么跟人家比？你有钱，你比不上郭台铭啊，拿3000亿出来吧，拿3000万可能还可以，拿3000亿，这个后面圈圈很多，数都乱了，没有烦恼。第四呢，守护诸根。我们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你的器官所面对的色、声、香、味、触、法。那你这个有看，但是呢，不会去交涉。这个不会去攀缘。然后就不会做一些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事情。所以佛教讲戒律，不是来约束我们。而是提醒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做，不是后悔而已啊，还有业报，所以，当你要做任何事情，要想到它的后果，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一个是叫举一反多少，那一个是凡事要想到它的后果，你做任何事情要想到它的后果，如果是不好的后果，你千万不要做，想都不要想。如果是好的事情，尽量做，所以呢，你的守护诸根就不会做不对的事情，想不对的事情，第五，无时喜乐，就是说菩萨习诸禅定，得禅悦之味，以知道体，虽缺少饮食，而不减其乐，不会在美食上啊去琢磨，那当然也不是说吃就咸嘛，
吃素啦，不是吃酱菜，吃萝卜干而已，也是要怎样，蛋白质、矿物质、纤维质，哎，这三质要兼顾，所以以前早期我刚出家，到一个亲戚家，啊，师傅来啊，赶紧酒鬼要来我家。其实我们很少吃那个东西，对不对？你豆腐淋一下酱油不是就可以？啊，你如果再功夫一点，你再把那个姜啊切碎碎的，哦，姜末一点点也不要多，姜吃太多也散气啊。姜它可以驱寒，哦，促进你血液循环。那冬天吃，那夏天呢？你有一点点姜可以怎样？刺激你的食欲，有时候夏天吃不下嘛，那热啊、中暑啊什么的，所以你可以一点点姜末，哦，一点点瓦萨比也是可以啊，哦，然后淋淋，啊，你就可以吃啊，连锅子都不用，对不对？啊，豆包可以去蒸，哦，啊，如果你说嗯那个豆包有那个豆子的那个味道，啊，哦，你可以稍微煎一下，也不要煎得太熟，我觉得很好吃啊，所以那个外国人现在他们也在推广那个。素食，因为现在那个人造肉，啊，就从蛋白质、豆腐这方面，啊，黄豆去提炼的，所以他们现在做了很多怎样素的汉堡、素的火腿哦，哎呀，素的什么什么的挖锅龙舞，哎，但这是素的，啊，他们比较有天良，不会放太多的什么色素啦，还有防腐剂，他们就是很注意这个。卫生啊，还有这个添加物的管控，他们这个法律比较严，所以他们去国外吃这种，豆制品的东西啊，哎，口感都不错，哦，而且都很安全。那我们这边有的人呢，啊，他会把你放那些有的没有放一大堆，哦，就比较要斟酌一下，最好吃原味嘛，你要吃黄豆就喝豆浆嘛，吃豆腐嘛，哦，不是吃你的豆腐啊。你们这个都是豆腐干的，啊，还有那个什么油豆腐，都比较干净的油，啊，所以你吃会吃原味的，啊，吃营养的，吃新鲜的，吃当令的，当令的东西它盛产，盛产就是怎样，它生命力强，营养丰富，啊，所以你不要去追逐，哎，现在没有的，啊，或是什么冷冻食品，冷冻蔬菜也是有的，啊，就是说。刚刚讲蛋白质、矿物质、纤维质，哦，不要吃太多的那种腌制。腌制的是早期，对不对？没有冰箱，然后大家习服，对不对？一个那个酱瓜就可以吃一碗饭，哦，或是一个萝卜干可以吃三碗粥，哦，哇，那个花莲的剥皮辣椒是吧？哎，它就可以也可以吃两三碗饭，哦，啊，这个就是。早期的一些制作方式，哦，不能把它当作你所有的，啊，三餐的配菜，哦，是偶尔食之可以，哦，辣椒也是啊，你像那个什么，四川啊、云南啊，他们都吃很辣，哦，不怕辣，辣不怕，不够辣，哎，他们就一个比一个辣，哎，而且还要麻辣、哦啊，那个就是因为那边又冷又湿又潮，哦啊，我们这边呢没那么热，没那么寒冷、哦，那没那么潮湿，哦，它自然而然这些边的群众的饮食就没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它这个区域性的，哦，就会影响我们的饮食，区域性的也会影响你的身高体重，哦，南方因为天气好嘛，哦，所以大家活动力大，哦，啊，北方呢因为天气比较冷，以四季来讲它冬天偏冷，所以它的面食类就吃得多，所以囤积的多，油也吃得多，所以他们就长得比较高大，哦，那南方呢就身材就比较矮小一点，然后活动力就相反的，哦，相对的思想上因为行动灵活，所以他思想也灵活，哎，所以个子小的人通常他的思想很快的，鬼灵精怪的，哎，只要不使坏了就好，好，那高大的他就，比较规矩的，啊，循规蹈矩的，啊，思想反应就可能就差一点点，不是绝对的，但是比例上，啊，就这样，好，所以呢，无食喜乐，他不会是执着在吃的方面，啊，他就是吃的就饱，就好像金刚经，你吃饱了怎样，洗了脚就是要打坐，啊，赶快禅修，赶快修行比较重要，
吃呢，是，不会排在第一名。好，那你们都吃饱了吗？吃饱，等一下喝茶，喝咖啡，休息一下，十分钟。第六呢，就是远离爱欲，爱欲，这个欲界的众生呢，财色名食睡，这个那个很忙，所以呢，菩萨修行禅定，寂寞一心，不使善乱，对一切爱欲境界不染着，所以我们自然而然身口意呢就会清净，那些不对的事情呢就远离，不会去碰触，连想都不会想。刚刚讲到这个，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连一个念头他都懒得打，那我们现在就是连一个念头不要打就没办法，都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这样子起来，那不打妄想，他就是很平静，很平静，从一秒钟做起，一秒钟不打妄想，再加码两秒钟、三秒钟，你那个如果一心不乱，都是长时间的。好，就算是你平常会妄想，但是你不会随着妄想去攀缘。这个人气不错，我也要来买这个品牌。不过在家里吹，还蛮耗钱的。去大卖场吹不错。所以很多人都去逛大卖场，那你有点学问了，就去逛图书馆，图书馆占位置，占什么？吃喝拉撒睡都在那边。大卖场也是，我曾经碰过一个欧丽桑，他说这个新竹啊，有几家百货公司，远东、搜狗、三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丰城，哇，四家，他一天逛一家，你听到吗？那所以去那边吹冷气啊，那就在那边退休了嘛，没事啊。然后呢，还有那个 Costco 还有呢爱买，还有大润发，这样凑一凑就七家了。所以他就每天一天逛一下，我就笑他，你去巡视业务是吧？他就去那边吹冷气，因为呢，年轻的结婚的结婚，带小孩带小孩，忙事业忙事业。就剩下两个孤单老人啊，他太太又不喜欢跟他出去，他太太喜欢在家里诵经打坐啊。这个男人呢，无聊的男人，他自称没地方去，坐也坐不住，诵经也又眼花，所以他就去逛这些卖场、百货公司，每天都逛一家。他很可爱，他也喜欢写书法，但是那个字旁边的说，要是我不敢贴出来，他还贴的满墙壁都是他的字，因为他是他家嘛，对不对？很可爱，他也就这样打发他的晚年啊。所以每一个人要找一个他自己的消遣啊。所以这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结婚之后大家奋斗努力，年纪大的时候变成责任与义务。所以你做你的，我忙我的，我还碰到一个，他说，因为结婚之后，他们有小孩，所以会张罗小孩的房间。现在小孩子出去，结婚的结婚，所以都是三门夫妻一个房间，然后小孩子的房间都空下来。他后来就协议一人住一间，对不对？房间还剩那么多，干嘛两个人挤在那边，还要听他打呼，还要听他翻身。不如一人住一间就省得互相干扰所以这个就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彼此生活都会做个调整所以第六远离爱欲彼此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日本更好玩等他先生退休来离婚所以退休金一人一半，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很酷第七呢修禅不空这个修禅不空，他是说菩萨修习禅定，虽获诸禅的功德，证真空之理，但是他不会堕于断灭之空空就是没有执着性，没有执爱性，但是他又不会执着于空
所以来面对大家，啊、哦、是有，啊、哦、来说法说这个都是有，但是我们修禅啊、哦，对刚刚讲的啊、哦，这个第一个安住仪式啊、哦，行持境界都不会干扰，不会互相干扰啊、哦，所以面对众生啊、哦，面对一切众生的烦恼。哦、那我们就是帮忙啦，我们不会跳下去就帮众生烦恼，不会、哦、就好像医生看很多患者嘛，哦、那他是解决他的 痛苦疾病嘛，他不会跳下去帮患者说啊，那你这样生病很可怜，你这样生病很痛苦，他不会跳下去这样子、哦、他赶快解决病患的痛苦为、哦、主要工作、哦、所以我们平常也是一般人，不要入戏太深了。哎、欸，啊、哦，子儿女自有儿孙福啊，亲戚朋友有他们的想法，你叫他干什么、怎么做，他不一定听你的。哎、欸，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一套的做法、哦、啊所以，甚至有人来找我们咨询讲，其实很多人有他的想法跟做法、哦、啊，他直接来跟我们讲叙述，他做一个整理。也许他还是照他的方法做，他比你照师父的方法做啊。啊我们也是这样，如如不动，哎、欸，华裔流，哎、欸，啊，我们都祝福，啊，对所有众生都祝福，做对的赞叹嘛，哦，做对那要精进修行赞叹，啊，做不对我们就祝福，啊、哦，早日回头，哎、欸，回头是什么？啊，对呀、啊，跟众生一直随着业力轮回一起去啊，哎、欸，不回头，你知道，啊、哦。叫他休息没空，叫他怎样？刚刚不是说呢，他太太也喜欢打坐，喜欢诵经，他先生就不爱啊。但是至少没有阻挡，没有干扰，这是人最起码的修养。有的人说诵什么经，打什么坐，参加什么晚会，然后还阻挡还骂。有一个人他学佛，他先生不高兴了，把他经典撕掉了，佛像拆掉了。阿弥陀佛、欸、我们就不好说什么了、欸啊、所以最好不要惹他生气，不要惹他生气，最好怎样，多吃水果，多吃瓜类的，他火气才不会那么大，尤其天气这么热。因为有人他说他本来就是那么土个性、啊、很土，然后很直，然后讲话就这样，告诉你还是有办法治啊、欸、喝青草茶，喝果汁，对不对？火气大、欸、好，这个多给他喝青草茶，喝果汁。这个还有一个妈妈说，他如果早上不去买儿子的早餐，他儿子就不吃早餐，那就不要吃啊，他心疼。他这个不削水果，他儿子跟先生都不吃水果，那就不要吃啊。哎，但是他会心疼，然后就说不然就打果汁，啊，然后煮青草茶嘛，青草茶这个万华的青草。那个很便宜嘛，不是有个青草街嘛？那你放一点薄荷，就凉凉的；那放一点黑糖，就不会那么苦。有人不喜欢喝，青草茶是因为苦。哎、欸，啤酒你就喝，对不对？啤酒不是苦的嘛？啊，酒不是很难喝吗？就一直喝下去，奇怪，那个很难喝的东西，他们就喜欢喝，啊，所以你就给他放薄荷，凉凉的、啊，放一点那个黑糖，啊，那盐巴。一两颗啦，因为你像煮绿豆汤、红豆汤，你放甜的死甜嘛，那你放一两粒盐巴下去，它会甜而不腻，哎，这个就是料理。啊，你炒那个什么酸菜啊，炒什么什么苦瓜啊、哦，还有梅干菜啊、哦，客家人吃梅干菜，他们也不是说通通放，哎，就是偏咸，他们有时候会放一点点糖下去，就是酸。但是有点不会酸到怎样刺激胃啊、哦？那咸不会咸死咸，因为死咸的东西你放一点甜糖下去，它就会一种温润的那个回甘了啊、哦！你如果甜的东西你放一点盐巴，它就不会死甜啊、哦，就会甜而不腻。所以这个调味是这样子啊、哦。所以有人说：“哎呀，不能吃太甜，不能吃太咸。”你就综合一下、哦、或是滴一点醋、哦、醋呢它你觉得是酸，但是那个酸不是酸掉的酸，那个酸会让你这样生津解止渴、哦、所以多喝一点醋、哦、多喝一点，我们人不爱喝醋、哦、蜂蜜糖水放太多、嗯、有酸但是都偏甜、哦、
所以要稀释，慢慢喝，慢慢喝。茶也是，不要泡太浓太稠，咖啡也是啊。那个，除非你喝那个意大利的啊，一口那个，啊，一口下去不会苦，啊，它有点苦啊。你去意大利、法国一定要喝那个一口的是吧？什么什么杯酒，哎，那个就一口下去啊，很苦，但是回甘啊，所以这个不会被口欲，不会被这种啊外在的东西所拉走啊。夏天呢，哎，刚刚讲的啊。吃水果量就多一点，瓜类就多一点啊。南种的体质就偏热嘛，也都热到要死啊。你这种又是毛巾啊，你看哦，披外套，他们都热得要命啊，都无聊不了解你们你这种，哎，所以你就等下吃瓜类、吃果汁、吃青草啥个罐罐的啊，特别作怪啊。啊，你们你这种就包该包的包，该穿的穿啊，然后说体质不同就好了。而且你种到了冬天都要补一点，补一下，啊，不是老女人才补啊，小女生就该补了。你小女生没补，你到老女人就衰老很快，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上礼拜讲调食，哎，吃了要吃对啊，不是说吃油腻腻的、炸的啦、烤的，不是那个不好，那冬天吃啊，现在真的没吃会很难过，就吃一点点啊。那刚刚讲了喝啤酒嘛，啤酒就退火嘛，所以德国人都一个一个肚子好大，哎，因为喝啤酒，因为他们吃的什么腊肉啦，还有什么都是偏油腻的东西，所以他们靠啤酒来啊解腻，啊，那欧洲啦，美国他们这个喝咖啡的，像美国人早上一起来喝两杯咖啡，那你们看有办法喝吗？没办法，但是他们的咖啡很淡。哎，他们的美式咖啡就很淡，啊，欧洲的咖啡就比较浓。我去菲律宾弘法，他们一大早给我一杯西瓜汁，我也不敢喝。哎，一杯西瓜汁，这下去一定跑厕所了。因为我们吃素啊，哪有一大早给你一杯西瓜汁？哎，所以你来一杯咖啡，我还可以喝几口。你一杯西瓜汁就等一下，哎，吃完早餐再来喝。啊，所以。这个有的妈妈就说他们都不吃啊，哎啊，然后呢，你不买早餐，他不吃早餐；你不削水果，他们不吃小果，不吃水果啊，你就打汁啊，哎，反正果汁机也不会很贵，你就什么都打给他们喝，啊，蔬菜汁也好，果汁也好，啊，如果懒得打就青草茶，啊，又便宜又好喝。那当然你说，哎呀，冰了他才喝，告诉你，冰的东西其实不是好东西，啊，它会让你的脾胃的脾呀。呆滞，然后就食欲不振，哎，喝下去，啊，那也喜欢就喜欢像吃冰的啊，果汁冰的冰淇淋嘛，啊，冰淇淋当然是冰的，废话，双淇淋这都通通冰的，啊，冰棒冰棍，哎，然后那个吃一吃怎样，你的食欲就不张了，啊，吃不多，啊，不多呢，正餐吃不下，然后又吃零食，就会怎样，恶性循环，啊，恶性循环就。吸收不到营养，刚好蛋白质、矿物质线了，没有吸收，所以人不是偏胖就是这样偏瘦，哦，其实胖跟瘦没有什么罪恶，健康，哦，我看过那最灵敏的胖子了，对不对？哦，啊，瘦也没关系呀，啊，剔骨他身，你说他很瘦，但是他活力无边，哎，也是可以，哦，所以不要对自己的身材有罪恶感，健康最重要，哦，不要去跟人家比，哎。志玲姐姐，也老了吧？好，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舞啊，帅哥那个什么舞，金城武，对不对？也老了吧，对不对？所以没有永远的帅哥美女啊，所以要靠健康。好，第六呢，远离爱欲；第七呢，禅修不空，就是不会执着于空；第八呢，卸脱魔眷。好，这边讲是。菩萨习诸禅定，则能远离生死一切的魔王，啊，悉皆不能缠缚，啊，所以魔啊，不一定真的是鬼啦，魔哦，这我有时候很喜欢问，你们看过鬼的人举手，有没有？没有嘛，都听说嘛，
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那以前的小学还有防空洞啊，那小孩子都喜欢去探险，然后去看那、啊、里面有没有鬼啊，啊，结果呢，要都看不到嘛，那回头就要出来这个防空洞啊，最后面的那个就顽皮就鬼来了哦，大家跑啊，哇，跑的摔跤的摔跤，跌倒的跌倒，滚的滚，哎，爬的爬，结果也是没看到。那有没有保留态度？因为各种的众生呢、啊，应该有才有这个智啊。但是我们怎样尊重啊？所以那个一般人看到大体啊，也是合掌；看到骨灰也是合掌；看到墓碑什么都合掌啊，不要没礼貌。哎，在上面撒泡尿哦，或是跟他跨过，或是怎么的哦，那些不尊重的动作都不要有。然后回想，包括学佛了之后，你看到那些宫庙，也不要说瞧不起人，你们这个没办法解脱了，你们还在呢，不是啊、哦？皆共成佛道，我们都来成佛。Okay? 那至少他也有小神通啊，至少他有小神，小福报啊、哦，所以你拜他。他给你一天财富，但是他还没有脱离三界，他还有贪嗔痴哎，哦，那些神啊什么的，他还有刚刚讲那些众生，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烦恼，哦，所以我们都祝福，好、哦，然后互相成就。学佛最大的心量就是对一切众生平等对待，互相成就，互相哦供养。而不是说啊，我学我瞧不起你们这边小神小鬼、小鼻子小眼，哎，不是，啊、哦，你鼻孔有比人家大吗？你眼睛就比人大，哦，那个修道有到那些层次，你的心更会慈悲，哦，你更会尊重所有的众生，哦，比如说今天我有一亿，那你看到只有一万收入的人，你瞧不起他，那有什么好比啊？你跟谁比？哦、你跟比尔盖茨比吗？哎，比都比不上，对不对？人家。有钱，钱多到都捐出去，哎，那现在叫各位捐，不要说85%，人家比尔盖茨捐85%，我0.5%都、嗯。等一下那个我要去旅游，暑假要旅游的，等一下我要干什么的，对不对？哦，所以人家他多到有办法舍心呐、啊，有办法舍，啊、哦，所以人呢、啊、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啊、哦，哎，好。解脱魔眷啊，还有这个是业障啊，比如说他看这个假医生、乙医生看不出人了，那这是业障啊。刚刚就报德，福报也有报德，业障也有报德，过去是带过来的啊，所以每天要做功课啊。我都建议各位同学每天都要做功课，诵经的能诵经的诵经，能念佛的念佛啊，啊没有念佛没关系啊，至少心存善念。其实我不相信大家都忙到没办法诵经念佛。我曾经举过一个高中女生，她就是3秒钟修行啊，她每天要出门就念她们家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3秒钟，就这样子。你看她功课都很好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把那个比例放在哪边啦、啊、哦，所以要做一点功课，哎，明哲保身啊、哦，有时候。不对的事情啊，不对的环境，不对的磁场啊，那就是马上脱口啊，佛号啊，菩萨的圣号啊，都好啊，做一点功课啊，然后呢，请一尊佛菩萨作为你修行的指导者啊，所以你要念阿弥陀佛，你要念药师佛，你要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啊。像我们自己佛教徒一般碰面都讲阿弥陀佛，但是也有人说药师佛，也有人说观世音菩萨，那他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有念总比没念好，他会让你怎样这些业障磨难，哎，消除，啊，那要有正面的想法啦，哎，不要一天到晚说自己业障重了，不要说自己智慧不开，不要设定那些，啊，那说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就不用讲啊。笨的跟什么似的，脑子都装浆糊，讲有用吗？嗯，好，所以就不用讲，跟佛菩萨相应，啊，那这业障磨难就慢慢消除，哎，当然是要消除，你不消除跟他们相应干什么？啊，好，第九呢，安住佛境，啊，菩萨习诸禅定，开发无量之智慧。
通达甚深之法义，于佛之见自然明了，故心心即灭，安住不动。所以你就不会被进转，不会跟人家说啊，我们去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啊，就会怎样？不会被那种甜言蜜语或是那种画大饼的事情啊。所以很多人来叙述他早期的感情、他的婚姻，都说年少无知，真是无知啊。哦，但多有点智慧不是好吗？多有点尝试不是好吗？而不要到了相当的年龄再来说过去年少无知。其实我也读，我们做心理辅导，你不要用现在的年龄跟智慧去苛责那时候的你，你要疼惜他，你要谅解他，你要包容他。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成人，你的内心还住一个小女孩、小男生在你的内心。哎，都还有很幼稚的那一面，很无知的那一面。不要说因为你成年，所以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不一定。好，所以你现在呢，更要包容谅解你以前做错的事情，因为只有你自己原谅你自己，别人才会原谅。别人都听故事啊，讲讲听听，他也忘记啊，这是，廖芳英的故事还是林芳？对的，阴来阴去到底是谁的故事，会搞乱啊，所以自己要去谅解包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那时候的梦想，那时候的计划，那你小时候你更要包容你做婴儿的时候的错误或是不对的事情。我们也说嘛，婴儿期就口腔期，他就什么都往嘴巴放，大号也往嘴巴，小号也往嘴巴，蟑螂也往嘴巴，他就只会把东西往嘴巴，就是那个时期的行为动作。好，所以过去的事情一定要放下来，不要去是翻旧账，以前你是这样子啊，每次你都这样子是吗？每次吗？夸张强调放大，只有会增加这样彼此之间的鸿沟跟仇恨，所以我刚刚讲那个深夜食堂，对他所做的，他自己去面对嘛，你不用去责备人家什么，那你能够帮助他的，就是让他能够去面对这些伤痕，慢慢修复。受伤的是不是要把它擦药，然后包扎让他好啊？而不是受伤的把它扯开，然后盐巴再下去，那是很痛苦的，所以那个受伤用那个双氧水比较舒服，用碘酒是很痛的，碘酒知道吗？很刺激，双氧水它就冒一些泡泡消毒一下，那真的有伤口，它有时候晚上你如果没有碰水碰油，没有做喷嫩的话，还是要让它跟空气接触，这个皮肤啊结痂就快。所以还是用大自然的力量来修复它，生命也是啊，很多人受伤啦，然后不舒服他就去乡下，或是郊外，离开那个环境啦，这触景怎样？伤情，不要伤了，已经很伤了，知道吧？身心都受伤了，一定要修复，离开那个现场，这个是很重要的修复，有一个女孩子叛逆期。国中生呢，就去喝酒啊，乱七八糟搞。然后那个酒店的老板娘刚好他妈妈认识，赶快打，你女儿才国中都跑来这里啊，你赶快带回去。你不要说我讲的哈，他妈妈带回去，没有打也没有骂，肚子饿了没？饿，饿了回来吃饭，妈煮给你吃，然后弄饮料，都不骂，那些环境哈。不大适合，我们以后就不要去了。然后搬家，那就那个女孩子自己说，那时候妈妈的爱跟包容让她脱离那一圈圈。她说她很多很要好的同学死党没有走出来，一辈子都毁了，就毁了。那不好的行业嘛，不好的。这些手法就把自己的人生都糟蹋了，所以他就这样走出来。妈妈的爱，所以妈妈很重要，爸爸当然重要啊。就是没有一直在对他那个
他也许也知道不对，也许他也没一个出口，也许就是好奇什么，不管任何理由，但是没有在伤口上撒盐吧，没有意义。好，所以都是要自己走出来。好，好，所以安住。好，刚刚讲魔啊，魔就是那些好的朋友、不好的因缘啊。那第九呢，安住佛境。好，佛就是解脱，就是觉悟。就是智慧，啊，就是要跟好的人接触。那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对你好的人，他不一定是好人啊。啊，曾经有一个男孩子，然后邻居有个大哥哥，啊，新搬来了，啊，打个招呼，大哥，大哥哥，你混哪里？没有，我还在读书。哎呀，当然就是问你读了读哪个学校啊？好，读哪？哎呀，那读书随便读就好了。晚上带你去 happy happy 哦，带他去有的没？哇，这个小孩子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哇，这个地方太超棒了。哇，这个大哥哥超好的。那有一天说，我有个地方哦，今天没空去，你给我送个东西去，送毒品，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小孩子跟谁在互动往来。送毒品就抓到了，就麻烦了，所以对我们好人不一定是好人，所以要给小孩子个观念，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好，安住佛境啊，就是菩萨习诸禅定，开发无量的智慧，通达甚深的法义，所以对这些啊贪嗔痴慢疑，自然就不动心了。第十。解脱成熟，菩萨习诸禅定，一切的惑业不忍扰乱，行而既久，解脱之道自然圆熟。你不要跟那些贪嗔痴慢疑交涉，自然而然我们跟解脱道相应。所以为什么修行啊要专修，就这样子。你剃了头穿这个服装啊，你也做不了乖。啊，他没剃这个头，穿这个服装，今天很守规矩啊。但是他明天想来个不一样的，因为没有身份的束缚嘛，所以人家也不会说些什么，所以有一个人说，修行一定要出家吗？我说，不一定要出家，但是你要专修，就是你要兼顾了，你的本分，该做的，对的事情，不该做的，不管你的身份服装，就是不能做。你不能说啊，我穿了服装这样，那我爱怎样就怎样啊，我守法就今天，我不守规矩又是明天，那就会错乱了。那修行当然就是专修最好，身份是不一定，能够身心出家最好，如果没有，反正现在人不爱结婚了，也不爱生小孩，这样自由多了。我们那个时代是父母亲很开通，不会勉强你。那我们父母亲的那一代，他们就不行了，很多社会还有家庭的要求，说一定要男婚女嫁，一定要不能就怎样怎样，所以这个算是福报，就没有这些业力的束缚。好，那这个禅定呢，有十种利益，也跟大家分享。好，那有人说。那修禅有没有禅病？毛病的病，就是说，走火入魔啦，我做到那个膝盖怎样啦？其实那个机会不多。我们从身心上，这个打坐有一段时间要起来精行，走路、散步、吃饭嘛，因为修行到最后不用吃，不食人间烟火，禅悦为食，那是后段，前面还是要修护你的疲劳。你的身心还有日常生活，他说膝盖做到坏掉几乎不会，他自然会反应，他会换脚的，他不会做到这个膝盖的细胞做坏掉，因为做太久了，细胞死掉，那个都是自己妄想执着了，不可能，他自己会反应，所以他会换脚啊，甚至起来走一走，你的身体会给自己的信号。那至于走火入魔呢，也没听说过呢，这个。以心理学来讲，以心理学的还有精神科来讲，一个人有人多重人格，人格分裂，还有那个偏激的人格，这个都心理学可以鉴定，那个跟禅修没有关系。
是他人格的问题，是他精神的问题，跟禅修。那禅修会产生这样，也没听说过。是我刚刚讲，他自己本身就有多重人格，或者他本身就有精神分裂。现在精神分裂叫做思虑失调症，不能像人家精神错乱啊。现在已经不能讲，这样变成要罚钱了啊。好啊，所以那个分裂啦、啊、多重啊，那个就是在佛教的那个唯识学来讲，就是六识跟七识啊，没有办法统一，好，所以会接收，然后呢？储存，然后就不同调，所以才会有出入，所以六根对六尘呢，财色名食那个色身香味触法跟七识的接收，然后储藏在八识，这个都要怎样正面啊，要很舒畅啊。那如果没有接收好啊，就植物人刚刚讲前面比较简单的说错乱嘛，还有多重人格，还有。到后来那个植物人，他也许没有错乱，但是他讯息收不到，所以一个人要身心健康，五官端正，四肢健全才能出家，不是气水打表鱼，精神错乱去出家那不行，出家人是代表三宝佛法身上人天师表，应该要精选。要正常的，不一定漂亮，不一定引导，但是要正常的啊，心思啊，还有身心都是成熟正常的。好，那而且我们有研究心理学的啊，这个心理辅导，还有人很多潜意识啊动作啊，这个都包含在啊这个身心的啊表现上。所以禅病呢，它。会有提到禅病，这个天台宗讲到这个禅病，也有提到禅病，就是说刚刚讲的，你六根对六尘的接收，不动不同调，还有呢就是说调食方面，所以这个调食、调身、调息、调睡、调心，这个天台宗25条当中的5条，他也讲到，禅宗也讲，各宗派都有讲到，所以都要调理的顺畅啊，如果没有调理好，就有病。那个病不是错乱或什么，就是说啊，你会比如说中暑啦，比如说感冒啦，这就四大不调啊，这个都可以调的。最怕的就是精神上，那精神上禅修会精神错乱不多，那个通常是他自己的本身的问题，本身的精神的问题。那还有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有那个降鼓啦，还有那个放符啊啦，放符啊啦，那些民间信仰的一些不正知正见的一些邪术啊，都可以破除，用佛法都可以破除，诵经经就解除了，无言和鼻舌身意啊，就跟阿不交涉啊，所以所有的经典呢，心经最短最快。他就跟空相应，观来魔来魔斩，佛来佛斩，不执着于佛，也不用执着于魔，所以本来就没有魔，也没有佛，你本来就是佛了。是因为我们一直轮回，忘记自己是佛，就一直把自己当作众生看待。如果你把自己是当佛看待，那些贪嗔痴慢疑的事情就不会做了。那为什么会做贪嗔痴？就是你自己把它设定你是凡夫嘛。你是业障众生嘛，老是做一些业障的事，对不对？你现在学佛，知道佛的好用，知道佛的智慧跟慈悲，我们就往佛的方向去走。好，那禅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不然我们就回到课本哈，这个是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补充。所以禅修呢，是在所有的修行法门了，最快速、最简单。我们看课本的529。讲什么？觉知觉照，对呀、啊，都刚刚都讲了，那个都是觉知觉照啊。
觉悟的很清楚的知道，那很照呢，就是不管前面的观照，后面的照顾，其实它都是你的身口意都很清楚，就是前面这个觉你都很清楚，你在想什么啊，你要不要照着这样做啊，所以这个照呢，就照门的照，就是说你知道是知道，但是有没有照着做，好，你的身口意是不是照着这样走，所以叫觉知觉照。知道是知道啊，很多人知道知道，但是他做不到啊，是不是？其实都做得到，愿不愿意而已。那这边强调了觉知，讲说你知道了，但是要照着知道去做，不要知道没照着知道的去做，那就乌鲁木齐了哈，就会往不好的结果。好，五二九，它不就是第八章看化禅跟默照禅，啊，就讲到照，哎，看化禅就是参化头，哎，五二九，好，五二九页，啊，第一行，第八章看化禅跟默照，简单的，什么叫看化禅？啊，就是有一个话头给你。哦，这个是临济的一个家风啊，哎，他的方法啊，父母未生我前我是谁，让你从这个参话头上去开悟了，那因为现在的人哦，根气没以前的力，心思啊比以前复杂太多了啊，所以看话禅啊变成想到会精神错乱的啊，父母未生我前我是谁啊，或者念佛者是谁，就说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要弄清楚，哎呀，弄不清楚啊，比较困难。以现在人的根基，那默照禅呢，就只管打坐，没有理他，哦，你就照着打坐的方法去做，照着做，哎，不要想太多。现在就是想到说，想到精神衰弱啊，想到这个头都痛，头痛有很多种啊，也是偏头痛还是头顶痛啊，这个就医生的话题了啊，偏头痛有什么症状，头顶痛有什么症状啊，还是呢那个后脑勺痛啊。好，我们看课本内容，洞山良介临济义玄皆生于唐末啊，朝洞中的其中一个住在洞山良界，啊，临济宗呢叫临济义玄，住在临济那边，都是唐末，所以呢这两个派别啊，哦，就在这个唐末了，哦，兴盛起来。因两宗所上各有不同，遂养成禅学上二大宗风，哦，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啊显学了，哦。啊，因为刚刚这个前面提到的啊，哦，这些一花开五叶啦，啊，哦，其他的宗派啊，哦，就慢慢的没落啊，哦，像五二零，啊，520页，第六章五家禅风啊，五二一就讲了临济宗、朝洞宗，就是我们这一章第八章要介绍的啊，哦，那五二二归养宗、云门宗。啊，哦，华严宗这个就落寞了，哦，叫小风起啊，哦，就大家就比较，哦，没有概念，哦，好，我们回到五二九，五二九就是洞山良介，哦，临济义玄，洞山是他们住的地方，临济他们住的地方，哦，良介就是他们的法号，哦，那像我住新竹叫新竹里群，哦，啊，你如果去国外叫台湾里群。这个因为他这样洞山临济其实都在国内互相称呼啊，他住高雄啦，高雄张三啦，哎，然后呢啊台北李四啊，就这样子让人家知道说
啊，他是高雄的张三，不是嘉义的张三，因为有的名字会一样啊。那我们这个法号要一样的不多了，但有的还是真的有的蔡其安名啊，哦，那个法号啊雷同的很多哈，也是有啊。那么他皆生于唐末，阴阳中所上各有不同，遂养成学风上二大宗风，如前所述哈。前面就介绍这五宗了。曹洞主啊，就是他主张的知见稳实。那么临济呢，上就是推崇机锋峻烈，所以呢，曹洞贵婉转，比较婉转温和一点。临济呢，上直接，哇，直接就给你留下去了，直接给你下手。曹洞是慈母，临济是严父，所以看你的根气，你喜欢哪一种啊？后世凭此二宗，有临济将军、曹洞市民之说，就临济就是有将军的霸气，那曹洞呢就有市民的这种温和啦。流言及于宋代，所以他从唐末嘛，然后呢 流行到 宋代，遂有洞山与临济相对立之谈，就是两个比较大家能够了解的。一变为大会宗号与弘治正觉相对立之产，因为到了宋代呢，这两个就是比较出名的，是大会宗号，还有一个弘治正觉。那么弘治正觉呢，是洞宗丹霞子纯禅师的法事，所以呢，这个弘治正觉是属于曹洞宗的，这边讲洞宗丹霞只存禅师的法事，法事就是传他的法啦。啊，如果各位呢叫指示，就是你们自己的那个生的儿女叫指示。啊，法事就是接他的法。着墨照明己，坐禅间等，住了，就是说这个弘治正觉他有一些著作。叫墨照明及坐禅间，善扬墨照之禅风，特别推广，所以有些著作出来。所谓墨照禅者，清心浅神，莫有内观，彻见法缘，无芥蒂纤毫作障碍。刚刚讲这个内心怎样那外在呢不受环境呢这个干扰。所以禅定呢，这个就是，内心不乱，那外面呢是离相，这样子，好，所以倒数第六行就是在讲所谓莫造禅者，这边就是对莫造禅，清心浅神，莫有内观，彻见法缘，无芥蒂纤毫之障碍，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说。去年穷还有立锥之地，今年穷连立锥之地也无，所以去年穷到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站着，今年穷连站着的地方没有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去年穷还有一点点的渣渣在那边，今年呢所有的业障烦恼都没有，连那个渣渣都没有，所以今年的层次又升高了，所以你要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好，倒数第五行，郭然望向，如水含秋，就清净皎洁嘛，所以后面就皎洁盈明，如月夺夜，就是这个月亮非常光明，那这个黑夜呢就没什么好害怕，所以你要把你的佛性显现出来，如墨照云，如墨照明云，他不写的《墨照明》这本书吗？他说默默望眼，朝朝现前，所以不用讲太多废话，做比较重要。会做的人他通常简单讲，他不会啰嗦讲，不会做的人讲一大堆还没做半件，所以要说得到做得到比较重要，说得到做不到那是废话，不听也罢，
啊，做得到说不到也没关系啊，至少你做到了，你有到达 目标了。好，倒数第四行中间，见识郭尔提出林南，林南独照照众还妙，就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不会觉得无聊。有人说安乐很安静不会很无聊，因为他身心变化，打坐会身心变化，不是就坐在那边盘着脚，脚会痛，那是开始。那你那个痛过后，那身心的变化，哇，那就是奥妙无穷了。倒数第三行，露月星河，松雪云桥，晖而冥冥，隐而月显，鹤梦烟寒，水寒秋远。浩劫空空，相与雷同，妙存莫处，公望照中，所以刚刚讲的觉知觉照，就是很清楚你在做什么，所以他这个都文字非常优美，但是就把修行的内容告诉大家。他这边写中列，中间的一些就不再去说了。最后一行，莫为自言，照为普应，功不堕，应不堕功，言不摄听，妄想生罗，放光说法，所以有时候没讲半句话，那你从这个当中就知道彼此的默契，跟佛菩萨的相契合，所以我们说那个释迦牟尼佛在传法的时候，他也没讲半句话，他拿出金波罗话，那摩诃迦是破颜一笑。他了解佛陀的意思，所以佛陀就把话传给他了。你笑到肚子痛，佛也不一定传给你，对不对？因为没默契啊。五三零，比比证明，个个问答，问答证明恰恰相应，照中是末，便见清明。所以你的指导者该讲什么，你也听得懂，你也就会回答。有时候你的答案外人听不懂，那但是你的指导的听得懂，阿姐，这个就是心有灵犀，怎样？对呀，人有默契是多么棒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事遍天下，知心有几人呐、所以有人能够相知，那是多么的珍贵啊！叫做知心的朋友，那还有个知心的指导者，告诉你，佛菩萨都是你的知心，拢是你的知心吗？是我们都眼睛不知道放哪里，也没去看，也没去好好的实现，所以在每次在说自己业障深重，智慧不开，没有，你都在佛菩萨的座底下，自己蒙着眼睛说啊，我看不见，我看不见，很好笑，你知道吗？五三年的第二行，还是来休息一下好了。530页啊，530页呢，我们从头念好了哈。比比证明，个个问答，问答证明恰恰相应，所以要跟佛菩萨相应，跟你的善知识相应，所以有的呢，听，然后呢，他还是做他的，然后这个结果失真了，没有聚焦，怎么会这样？结果就是自己想一套做一套，说一套，就不会聚焦。所以这边呢，问答证明恰恰相应，照中失末，便见清明。如果失真了，就会变成没有对焦了。清明好像就是说互相妨碍，或是没有对焦。那么第二行呢，是证明问答恰恰相应恰恰，莫中失照，浑成圣法。你没有相应呢，讲的话也是废话。圣法就是剩下的法，剩下的话，剩下的人叫圣人，知道？所以你要看你是哪一种圣人。莫照理缘，连开梦觉，百川覆海，千峰向月。所以百川覆海就是百川，那海纳百川，
然后都是这样，殊途同归嘛。哦，所以也许路都不一样，但是都回来成佛，修行的法门都不一样，但目标都是成佛，千峰向月啊。这个在阳宅来讲啊，这个山呢、啊、叫龙啊，这个龙脉怎么走怎么走啊？当然它必须要有一个相顺的地方啊，这个龙脉呢、啊、才能够抓得到啊，龙头在哪里？哎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山脉啊、哦，什么什么群，什么山的群啊，整群这样子啊、哦，那它必须要整个有一个方向啊、哦，相似的地方。又坐禅间啊、哦，刚刚这个五二九啊提到26啊、哦，五二九的第六行，洞中丹霞。只存禅师之法事啊，就讲弘智正觉这个人，他住莫照明寂坐禅间啊。前面呢提到的都是莫照明的课程内容啊。接着呢他就提到坐禅间啊，这个是著作。好，回到530页第三行啊，对不对？这个著作《坐禅间云》。就是他第二本著作里面说，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处事而知，不对象，不对缘而照，啊，就是说你要跟佛要这样，要对机呀、啊，跟佛那个祖师大德也要怎样对机，机要跟要机都一样啊，哎，开机跟机开也都一样，都是要对，啊，对吧？对机，不处事而知，不对缘而照，啊，所以。不处事就是外在的事情啊、哦，就是说那个事情也许跟你不相干，但是你也知道这个过程。不对缘而照，好、哦，这个缘呢、啊，刚刚就是线，没那个因缘那个线索，但是也怎样可以互相啊、哦、有个默契啊、哦，扣着那个默契而走。不处事而知啊、哦，他现在就讲什么叫不处事而知，知其知自为。好，那个维系的地方，我都知道。好，那些你在说谎话，你有什么维系的动作、眼神，啊，那专门在这个测谎的人就一看就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对缘而造，其造自妙，啊，就是，哎，心有灵犀呀，啊，那自然那种，哎，互相了解，啊，这个层次呢就非常的微妙。其知自为，成无分别之师。好，就是说，你知道了非常微细，那种细到这样，根本你就不用分别，你就了解那过程。其照自妙，毫成无毫乎之照，好，一点也不会漏掉的。哎，就是大的细、大的事情、小的细节都漏不掉。好，所以刚刚讲相知啊。啊，人与人能够相知，那是很微妙的。你不用讲太多，他就知道你的，啊，你的意思。你不用说太微细，他也把那个美感啊做到很好。啊，所以说啊，那个地扫一扫，地扫一扫之后要把垃圾倒掉啊。啊，地扫一扫，对啊，你说扫地啊，没说要倒垃圾，不是吗？啊，再高一点。所以桌子擦一擦，桌子擦了之后啊、哦，还要擦干，哎，不是擦了干净，好、哦，还要擦干，哎，那你擦了干了，桌子擦干之后要干什么？可能要摆碗筷，可能要摆茶杯，所以接那个有默契，他就知道擦桌子之后要干什么，哎，他不要讲了头，你都不知道尾，他讲头你就知道尾，哇，那才默契。所以以前我跟我师父的默契，哎。他讲什么我都做了，他没讲我也都做了，所以他吓到，哎，怎么有这种人，我都还没讲他做到。所以你要有这种功力很细，哎，不用一个老人家一直嘴巴讲啊，你做这个做那个太 low 了，哎，应该做什么他不用讲啊。所以我们的默契说，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请示，发生过的事情就不用请示，我就可以做了。他一开始他说：“哎呀，不要什么事都来问我。”我说：“对呀、啊，但是第一次发生了，一定要问你。那以后我们就照这个模式啊，除非你要改变嘛，
对不对？啊，你要改变，当然你就跟我讲啊。如果不改变，就照这个模式，所以都不会去烦老人家。哎，所以事情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哎，包括以前，哎，我们要去监狱弘法，哎呀，那他不喜欢吃那种先炒起来的菜。我说饭煮好了，菜都洗好了，就差要炒而已。他有体力，他炒；他没体力，我请师姐炒。所以呢，饭也是热的，菜也是新鲜的，所以他没话说。好，那因为我们去做弘法，利益众生事，我也不去游山玩水啊，所以都没事，所以这个是默契，就默契。那很多事情，人家来找我们，怎么怎么，我们都会处理的很完备啊，那个细节的。所以有人刚来的时候，哎。哦，你是这个道场的住持？我说不是，我师父才是住持，哎，我是打杂的，哎，好，然后就把事情就处理得很好，好，啊，这个就是不用说，人家很多事情一直讲，那你会发现，有的父母亲对子女会这个就在讲，因为你讲东他忘西，你讲西他忘东，你讲前他忘后，你讲后他忘前，就没有全面关照，哦，那这个我们。不是人家训练我们，这是禅修，禅修就是全面关照。哎，有一首琵琶叫做《十面埋伏》，听过没有？哎，读书也要十面埋伏，你才不会漏掉啊。所以为什么考100分？前面也读，中间也读，后面也读，重点也读，没有重点也瞄过，所以考试，哎，都会不小心考100。这样话很臭屁哈，啊，就是说十面埋伏，啊，考古题也看，不是考古题你也瞄到，有个概念呢，哎，这以前我们读企管啊，企业管理，啊，那我们老师有时候跟我们说，哎呀，我今天企管不好，你们自己看，啊，企管，啊，企管啊自己看，啊，结果考试都。哎，有时候不小心会被扣1-2分呐、啊，那个分数都是很高的。只要写中文了，我们都可以啊、哦，都是列表，然后都很细很细的啊、哦。那考试之前只看自己的重点，啊、哦，你答案都会写出来，我们都会，我都会把它标1点、2点、3点、4点，啊、哦、啊，都有重点，然后也有标，不会都混在一起啊、哦。所以老师看到了答案也清楚，啊、哦，字要写的这样，老师看得懂啊、哦。你们不要字写到老师看不懂。后来我们自己当老师也是啊，他虽然文不达意啊，但是怎样字体端正，哎，也写了那么几行，你会不给他分数，那你就不是人了，对不对？啊，啊，所以才会给高分。所以那个写，虽然他写多不代表写对，但是要带点嘛，哎，要那个感觉说啊，他也是很用心了、啊。还有那个学生很酷啊，他都。回去打字打好贴上去而已。哎，啊，那我就要求你有名字有学号都有分数，但是你要写几个字，你学号名字然后内容都空白，那我没办法给分。学号不写名字，我给谁呀？啊，所以你看嘛，啊，这个学习的态度跟风气都不一样。以前我们都会写重点，然后不清楚也会还可以胡诌几句，他们都随便啦、啊、都好啦，他跟写答案都是这样子哦，你看多酷哦。那我是不会当人的哦，赶快出去，免得碍事，都是会给他 pass 的哦，因为你接着是你要面对你的人生，不是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人生的过程，那你要珍惜，当然对你以后是加分的，你不珍惜啊，一世人剪脚，听懂吗？一世人扣角，哎，扣角听我，国语人听懂吗？就差不多，哎，就这样子了，扣角。就缺角了，就是人生就缺角了，哎，这也没骂人嘛，啊，对不对？也骂人没很毒啊，哦，所以我们都从来不当人，也不骂人，啊，大家都好好的共结善缘，所以也广结善缘。我这现在那个教书10年之后，学生都还会找我吃饭，找我干什么干什么，啊，
因为他会想到当初我们这是苦口婆心的哈，为他们好。因为你混是你混你自己啊，混不出一个名堂，是你自己以后的路不是走得很理想啊，这个跟谁都没有关系。啊，你好好做，好好就是说功课不好，但品德一定要，没话说，那人生的路就不会太糟糕。那功课不好，品德又差。哦，那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啊，哎，好，所以很多那个功课好的，啊，品德很糟糕的，我们也不赞叹呐，啊，那什么用？功课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你对某些东西的用心而已，不代表你一辈子都 OK， 好，所以品德很重要，啊，反而那些。功课不好，但品德好，我们都会特别再跟他哦叮咛了哦，再提息，啊好，530啊第四行啊，不处事而知其知自为，不对缘而造其造自妙，其知自为，成无分别之师，其造自妙，成无毫乎之造，成无分别之师。其知无其而无偶而其，成无毫乎之造，其造无取而了。水清澈底兮，鱼行迟迟，空阔莫霭兮，鸟飞渺渺。啊，它前面我们就不管了，后面就你水很清澈，你看你看到那个水底，你现在去哪里看？啊，可能。乡下啦，哦，山边啦，哦，那还看到那个很水很清澈，现在都被污染嘛，哦，那你就看到那个鱼呀，啊，可以游来游去，很自在，对不对？那你在都市人鱼游来游去，等一下就不见了，被抓走了。你要是椒盐的，还是要烧烤的，还是红烧的？空阔莫霭兮，鸟飞渺渺啊，就是在空阔的地方，鸟可以飞得自由自在。鸟也，我像我们去运动，鸟都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猫啊，还有那个什么鼠啊，碰气，哎，对对对，碰气，松鼠，对它都不怕人嘞，哎，啊你，你如果你要去抓它，那当然就离得好远。有一次我是看到一个比较惊悚的，猫去咬那个松鼠，我们都来不及救了，嗯，它一叼叼走了。叼走他可能到哪个地方去品尝美味了，哎，他就我们就看着他这个松鼠这么跳啊跳啊跳，那个猫啊，他可能就是笑想很久了，就来，那个速度之快，那我们要去赶那个猫来不及，他一叼就走了，啊，所以来不及救那只松鼠，啊，那有一次去哪里山林溪，哎，溪头，啊，啊那个路边有一只那个。松鼠在吃那个什么果实啊？它那个暗红色的毛，哎，那不知道什么松鼠是暗红色，不是黑色的啊，哦。然后就站立的，然后呢吃那个果实，然后嘴巴鼓得好大，然后旁边的人这样走，它都不怕，它就吃得好帅好美的这样子吃，很可。那你看那个动作，嗯，很可爱啊，它都不怕人啊，哦。所以说大自然的小动物啊，哦，很天真啊。哦好，前面呢这一段落是讲啊这个曹洞的啊，那么530第二段是讲临济的啊，临济的这个大会中豪者啊，临济圆悟克勤禅师的法事啊，就是他的弟子，善扬看化之禅风啊，善扬就是他推广嘛啊，那么所谓看化者，看者。参看画者古人的画头，哦，所以要参照古人画头去做一些思考判断。大会极力主张参看一则的画头，哦，就是他特别这个王牌啊，哎，横举狗之与智无智，哦，就是说狗之有佛性吗，哦，哎，令学者参云，今与足与诸方老树语，
千差万别哦，就是说要他们去参啦。那么你看经书啦、祖师大德啦，还有各方面的老前辈啊所讲的话，哦，千差万别。他说：“若透得过无智，一时透过，不用普度，不用解注解，不用要得分享，不得作有无商量，不得作真无知无普度，不用向开口处承担。”哦，所以你一透，通通透，哦，就一透透到底，哦，开悟呢，就是前面豁然而开啊，这个哦很难去形容，但是有一件感觉，就是说你去行善布施的那种法喜，那个欢喜，比你中奖，哦，比你去领薪水，比你吃个好菜会来得很高兴。所以当一个人你去行善去帮助人家，那个法喜啊，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那开悟也是，那整个的身心烦恼的透彻跟前后没有障碍哦，那真的非常高兴。所以有人会喜极而泣啊，高兴到说不出来，哭出来啊，通常都比那个更高兴啊。好，五三零最后一行。不用向举起处做道理，不用堕在空寂处，不用将心等物，不用向诸师说处领略，不用掉在无事假里。哎，就是没什么好说，清楚就是清楚了。啊，你不清楚，我跟你讲也讲不清楚，听懂吗？清楚是我这边很清楚，你不清楚，我再跟我怎么跟你讲，你也不清楚。那我这边清楚，跟佛菩萨、跟祖师大德大家清楚就好了。哦，所以有时候那个修行的境界很难去跟人家说，啊，所以有人去禅修，哦，他看到晴空万里，他的身心怎样，那是别人的事。你说你不要这么说，哎啊，我怎么没有？我怎么还没有？嗯，别人的境界，哦，刚刚讲这个海纳百川了，啊，每一个人的过程不一样啊，哦，不一定你一定要跟他一样，哦，也许你是跳过他呢。所以他的过程是他还没有领悟，你已经跳过他到更接近佛菩萨了。所以怎么比？没什么好比，好也不用羡慕。好，五三一第一行下面，但行住坐卧时时提携狗持，还有佛性无。好，狗持还有佛性也无，无提携的手。口意心思不及翻顺，七上八落，如生铁绝啊！无知未死，切莫退志。好，就是说你还使不上力的时候，也不要说，哎呀，参这个话都好无聊，退却就是不想了啊。所以修行是这样，你修到好无聊，极致的无聊，其实就是这样，柳暗花明这样。转机，啊，啊你这人生呢，啊，过得甜甜蜜蜜，那接下来就不一定是甜甜蜜。你要有那个心理准备，所以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你才不会，哦，很失望，哦，那是很失望的环境呢，啊，哎，它另外一个转折，另外一个境界，哦，你所以你就不会被这个境界所转，哦，好不好？不好，好，就是上上下下角落，这样很费神的。都是平静，好，我们就尽量去做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就哎养精蓄锐，哦，所以这边呢，五三一第三，没知位时切莫退之，得如此时却是个好消息，哎，下一次会更好。忽然打湿布袋，不觉夫常大笑，茶里饭里，怒时喜时怒时。进处会处，妻儿聚头，宾客酬账，公司各处都是第一等，做好功夫，提携的时节，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节都是修行的好时节啊，啊，而不是说非要坐在蒲团上啊。当然坐在蒲团上那个是开头，啊，这个初阶班，你到进阶的随时啊，十日街头好修行，到处都可以修行。那初阶呢，就要讲好好的安静你的身心，哦，安顿你的生活，哦，那么再来呢，你有进阶的，哦，这些都
吵杂啦，人的声音啦，是非啦，情绪不受干扰，那时时都是好时节。好，那么第八章呢，就介绍啊，看化禅跟默照禅，啊，宁寂跟潮动的这个家风。家风就是家规啦，哎，我们家有家的规矩，我们家有家的文化，这样的意思。第九呢，讲公案，公案就是故事。什么叫公案？办公的那些，啊，那些案牍叫做公案，啊。此中，此中就是禅宗了，啊，哎，我们现在是介绍禅宗，啊。此中称佛祖因所化之机缘所提起的语言动作的垂示，叫做公案，啊，那就案例嘛 ，case， 哎。我跟你讲一个 case， 啊，我是一个讲个例子，他说或曰机锋，亦因因缘，机锋就是他这个当中有什么启发性，那么因缘就讲了嘛，有因必有果嘛，啊，这个果当中要有个缘呢，啊，就叫牵线，啊，你没有那个线呢，因到果当中无法连接。好，公案者。取必于公府之案牍，哦，就好像政府机关、公家机关的那些档案了，啊。如三房月云，哦，三房月云是著作。公案乃欲公府之案牍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乱实系也，哦。就是要有凭据，哦，法官判案要有案例啊，哦，就比较好判了，没案例就可能就要大家讨论讨论，啊，那个法条翻一翻，啊，最近就在那个宗教法，啊，宗教界就比较忙的宗教法，我，哦，一天到晚这个群组传过来传过去，我后来有跟一个另外一个人，不要再传了，啊，每天都好几组人来传过来，哦，我都一直在删了删了删，啊，哎，都讲一样嘛。好，啊，那有一个概念就好，啊，该怎么处理，大家都有那个，哎，附案，而且都，哦，不是只有一个单位，有好多单位。我们说佛教单位、宗教单位，很多单位，好，哦，哎，所以那个事情都还没有很成熟了，好，哦，这个法条什么还没有成熟，所以不要紧张，好，哦，放轻松。这个警惕是的，就刚刚讲绝招，哎，你知道，好，哦，那就好了。啊，是为了照着这样做，啊，那你就是必须，啊，前后啦，啊，还有这个法规啦，啊，还有执政者的心态呢，啊，都要清楚，而不是急躁、焦虑、慌张，哎，慌成那样子。啊，五三一倒数第二行。凡有天下者，未尝无公府嘛，对不对？你有个掌权的，一定有公家机关、有政府、有办公的地方。有公府者，未尝无案牍嘛。好，那这边他举例就中间略掉了哈。夫主佛祖机缘，目之曰公案，哦，就是佛的一些机缘呢，当作公案来比喻。又必云集续云，好，哦，必云集就是也是书，好，哦，主教之书谓之公案者，好，哦，主是教我们的这些内容叫做公案者，畅于堂而胜于目，就是从唐朝开始，哦，那比较兴盛呢是在宋朝。哦，所以有的东西它酝酿要成熟，成熟再收割，哦，那可能盛的时候它又往下摔了，哦，所以这叫无常啊。其来上矣，哦，二字乃世间法中实度语，哦，所以这两个字呢，其实就世间法当中的一些惯用语啊，哦，所以我们说心心相印，心心相印是佛门中用语，被拿到世间去用啊。心心相印是你跟佛的心相印，但是做喜饼呢，就拿去说南方跟北方心心相印啊，
所以是把佛门的用眼拿去用。无法度，这是佛门用眼，这个人啊糟糕，没有法来度他了。哎，拿到书卷上，哦，这个拿他没办法了。嗯，好，又云栖正额吉，啊，云栖是人的名字，啊，那正额吉他著作，公案者公府之案度啊，所以呢，颇断是非，啊，就是说用前面的案例来判断，哎，这个事情啊，对错啊，是非。而诸子问答机言，亦只为颇断生死，故以明之啊。所以你在判是非，那也是是非啊，人我是非，生死比较重要。日常叫生活嘛，一起的叫生命嘛。那不要生死轮回啊，哦，那叫生命的究竟解脱啊，哦，就是你能够去掌握这一期生命，然后呢，把握不要再生死轮回，好，所以生活是很简单啊，啊，这个柴米酱醋茶这些的，好，那生命呢，要不要过得有意义，不再长短，对不对？啊，他高寿，高寿都在为非作歹啊，对不对？啊，寿终正寝，寿终正寝刚好死在床上而已啊。寿命终了，正寝就刚好死在床上，就这样的意思而已。那有意义，不再长短，哦，要有意义。那生死呢，就不要再生死相续，再轮回，哦。所以佛法的层次，哦，哎，所以无三乐第三行，亦只为颇断生死，哦，故以明之，他是要颇断你的生死。不要生死相续啊，咱们轮回不已。好，好，第三行下面，即从上佛祖应所化之机缘，假言说以显自理，对不对？用佛菩萨来教化我们这样的机缘，那刚好有这些文字内容、公案 case 啊，来让我们把这个理呀，啊，弄清楚啊，这个理呀，啊。这个有一个人呢，啊，到一个道场去看他们大殿门口写的那个什么挽联，什么联？对联。对，说师父，我看到你的名字在对联里面。我说怎样？我写给你看，我写给你看。刚好理群了啊，然后因为他国文系的，所以他把那个字可以拆开来，然后并起来啊。所以慈允十方群生入佛地，云中重现。古刹奉观音，所以那个慈云是供奉的是观音啊，啊那个线呢刚好玉字旁，啊那个重啊就刚好理啊，所以理群。他说如果重建古刹，那又得不上啊；或是呢云中出现古刹奉观音也得不上，刚好他用重现啊，所以兜起来就是理字啊。哎，那就听听就好，这也是公案。好，我，哦，这个很厉害，国文程度不错哈，厚不厚了？厚，哦。所以他我说哦，阿，啊，你还真的兜了起来啊，哦，所以这个假言说语显自理啊，第三行最下面，假言说语显自理，就是借用这些呢，哦，来说这些道理，后人称其对机垂示以为公案因缘。这个一般那个道场啦，啊，都会有一些门对联啦，啊，那我们这个一般世俗啊，过年呢都会写这个对联，也是有啊。曾经有个6岁的小孩子，哇，那个书法写得很好啊，小女生哦，我都看她写这个写，尤其写这个书法，当你要写这个纸笔下来的时候，要憋气哎，欸。你要停止呼吸，那个字才不歪。啊，你如果你这呼吸，它就歪掉啊。还有那个气啊，你这样一憋气，那个气才能够力透纸背，
那个力道才会这样。那你看有人写字很虚啊，曾经我看一个人写书，我说哇，这个人短寿，我一看他的那个什么寿命46岁往生，啊，那个字就很单薄，啊，写书法字就很单薄，很无力，啊，另外无力像那个弘一大师的字很柔软，啊，但是也自成一体啦，啊，自成一体，啊，柔软带的字，但是那个以书法家来看，他们说有点尖，你知道，他特别尖成那一体。就是有点矫情，然后弄成那个特别那个字体，但是他已经各家的书法融为一体啊，所以讲这句话的人是他讲的嘛，啊，人家喜欢就好了，哦，所以没有什么对错了啊，哦。那所以这个书法他要写成自成一体，必须啊，哦，他有各家写了之后啊，哦，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心得。好，还有他个人的好恶，啊，像宋徽宗的字体，啊，他就勾那个笔勾成那个笔画勾成很夸张，啊，他要用那个狼毫，这个书法的毛笔有那个羊毛，还有狼毫，狼毫就比较硬嘛，那个男生有的头发比较硬啊，所以理平头比较好看。他如果他那个头发发质很硬，他又留长头发，那个头发是这样样洗出来，哦，所以有的人就理平头，或是两分头、三分头，像我们这个就好像两分头、三分头这样子，哦，那他如果再长一点呢？如果太短，他有点像出家人的光头，哦，那这个就是看个人，哦，有的男生他秃头嘛，啊，秃头他又没有很老，啊，所以他干脆理光头，他就显出他的五官。啊，哦，所以我们国外，你像看那个我刚刚讲的希腊、意大利，那他们男生到了40岁秃头，他干脆理光头，那这五官呢就非常的立体，反而不显老。哦，啊，他如果又秃头，然后又几只这么欲盖弥彰，哦，就比较那个啊，哦，没有什么好坏了，就是我个人去了，哦，啊，这个古代人哈，哦，他都诗啊、词啊都有一些。哦，基础啊，哦，还有对仗。那佛教的那个偈，它就好像五个字一句，或是七个字一句，但是没有押韵啊，哦，就没有特别说要对什么。那这个有没有对那个平仄啊？对啊，这个可能要再查。哦，太久没有写诗了，都忘记了啊，哦。以前我们还写诗，还要写词啊，哦，哎，所以就还。有点那个文绉绉的过程啊，哦，好，那这边啊，回到书上啊，第四行啊，假言说语显自理，后人称其对机垂示语为公安因缘，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书啦、文具啦或者经文啦，啊，哦，说啊，这位有所醒悟。啊，所以《金刚经》有人就说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哇，这句话非常喜欢啊。那《六祖坛经》呢，“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哇，多棒啊！啊，那个《华严经》啊，“心佛正众生三无差别”啊，啊，那个《心经》哎，“无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就是没有执着性啊，就是说你看哪一首。诗或是哪一部经啊，也特别有相应的啊。所谓千七百则公案是也啊，那因为禅宗讲不立文字啊，其实这个公案啊，祖师大德的这些著作啊，是所有宗派最多的。哎，阿弥陀佛，北禅宗啊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结果这些祖师大德的公案呐、啊、语录，啊、哦，不胜枚举。刚刚不是那个什么，啊、哦，好几本了嘛，《碧云集》啦，啊、哦，还有那个那什么《坐禅间》呐，啊，哦，还有《看化名》呐，对不对？啊、哦，这个就是，啊、哦，《莫照明》呐，啊，还有《坐禅间》呐，就是你看他们每一个祖师大德都有一些著作，啊、哦。以前的人只有读国文而已啊，所以他们国文程度好。啊，后来我们这些
读书、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哎，太多了，所以人的心思啊会散乱，啊、哦，那也没有对错，因为学问到后期它变成有多元的。那以前早期的就只有国文嘛，啊、哦，你只要读一些历史啊、金石子集啊这些啊、哦、这些就可以了，啊，考试也考这些而已。那现在考的很多嘛，啊、哦，千奇百怪，好。所以在这边呢，所谓千七百则公案事也，啊、哦，成千上百的啊、哦，所以一千七百则啦，哎，客气一点，一千七百则而已。如三皇月语云，啊、哦，这又是著作啊、哦，且如禅宗门下至二祖安心，三祖欠忏罪，南岳魔庄。清源垂足，若至啊，即插球棍啊，用棒使喝，即一千七百则即言，莫不接八字打开，两手吩咐啊，就说通通有了，就好像八字这样打开门一样，两手吩咐很多啊，那这个二祖安心，二祖就是像达摩祖师。哦，就问法嘛，啊、哦，那这个达摩祖师有什么事啊？哦，我来求安心嘛，哦，那他一开头就说你有什么问题，啊、哦，他就是来求安心。那他你要问问题，可以先天上下红血，啊、哦，他就拿刀子割了自己的手臂，血喷出来就下红血。然后他说他要安心，然后你把心拿出来帮你安呐、啊，找不到心，密心了不可得，我就帮你安好了啦。哦啊、三祖忏罪、哦、南岳魔庄，这个魔庄呢，就是他在打坐，他师父在旁边磨砖块，那他就说师父，拜托好不好？最起码的尊重，人家在打坐不要产生噪音啊！我在打坐，你在旁边磨砖，啊、哦，磨那个砖块要干什么？他说，那你打坐要干什么？我打坐要成佛。他说，我磨砖要成镜啊，要成为镜子。那怎么可能？所以啊，打坐能成佛怎么可能？你要有身心的变化哦。所以，公园的石头也是以前做到现在也没有成佛、嗯、啊。所以他就想强调是磨砖啊，不会成镜子，啊、哦，叫心性的改变。好、哦，那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些故事啊、哦，就有机会有人，哎，我曾经讲礼拜五下午的哈、哦，有一个。大学的啊，教授老师，他读国文系，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公案的啊。我说：“哎、啊，你还有点善根。”他说：“哎、欸，真的有点因缘。他们家本来都没有学佛，没有半个人学佛，是他爸爸生病，然后亲朋好友有一个人说，那就意思就在等日子嘛，不是等死嘛，那就给你一本那什么《阿弥陀经》。”你拿给你爸爸看啊、哦，这个念念佛啊也好啊，啊、哦、佛经嘛，哎消灾解，就拿给他爸爸看，啊、他爸爸在种啊、哦、种笋子吧，但是呢很勤劳，但笋子品质很好，都品质很好，然后信用也很好，他赚了不少钱，所以年纪大了呢就种少一点，还有一点时间也是。有读一点书了，所以那个《阿弥陀经》给他一看，哦，哇，这么好啊，哦，这个境界这么好啊，哦，这个极乐世界这么棒啊，啊都爱来去的，听懂吗？他看到这西方极乐世界介绍，说哇、啊，这一定要去那边，所以每天都送《阿弥陀经》。你看他都没学佛，就刚刚讲的报德，就累世以来有三根，然后就送《阿弥陀经》，后来就很安详的走了。他妈妈。看他爸爸这样走，哎、欸，那我也应该这样走。他也很虔诚的送阿弥陀，还没走了啊、哦，现在是还没走，所以也是很虔诚的送阿弥陀经哦，也是念佛。后来他们全家都学佛，啊，连他也是学佛啊、哦，所以、欸，他的博士论文就写禅宗的公案啊、哦，也是很有善根。后来他自己也生病，所以他对佛教深信不疑啊、哦，他这个。好胜心想
都要得第一名的，都要读第一名的，所以功课啊，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尽心尽力，啊，结果就把身体搞坏掉，啊，所以就去化疗，啊，肿瘤啦，得癌症啊，化疗，然后现在步调也慢了，那就比较少一些课程啦，哎，他本来大学也教书，高中也教书了，啊，后来就生病了，好像辞掉某些课程，啊，结果呢，他去参加书法班。瑜伽班、气功班，哦，那你没去教书，就弄这么多班也很累。他说：“对呀，众生的习气，没有师父点破，我还真的像无头苍蝇，就喜欢那个氛围，忙来忙去，忙来忙去。”那我说：“你这样，那跟以前不是一样忙？”哦，他说：“真的呢，一语这样，啊，点破这个梦中人，哎，所以还要再减少一些啊，啊，所以这个就。”因缘哈，跟佛法有因缘，所以他们全家就学佛了，啊，所以他的论文呢也跟这个公案哈有些啊牵连啊，也是有很多收获了啊，所以他自己父母亲学的都是净土方面的啊，他有看一些禅宗公案，觉得他们非常的活泼啊，然后大机大用啊，所以他就来学禅啊。也禅修，但是，哎，还是勤职啊，暑假带小孩子去玩，还是没有去禅修所以这个就是众生讲，但是那个天平呢、啊，哎，感情的事情啊，还是会做一些选择啊。我们是祝福他嘛，嗯。啊，第三篇呢，这是讲此中的行果啊，然后这边讲看化啊，就是看化头了。啊，第二章讲坐禅，啊，直感转坐，还是有一些内容，啊，所以我们就留到啊下次来再做分享，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就收摊啦，啊，来，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南无毗卢遮那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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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课。